立法院长游锡堃拜会民众党团后，遭各界质疑为何赞同单一招委制。他脸书再发文说，既然承担就该勇敢忍辱负重，还秀出过去民进党团提案也曾支持单一招委制。单一招委是没有公示，所以就兵在那里了。不要的东西红色哪来，当他发明那个行政委员会啊，各党有在这次选举上各有策略啊，各有高度好吧。这个球是在柯P身上而已，他在观望，还在想，这党应该关门了吧？柯建铭借机再酸民众党，尤其前一天黄国昌跟韩国瑜热情拥抱，还带着韩国瑜更上层楼的这一幕，两个抱在一起，那一幕是千古传奇。蔡宜昌说：“我只有跟我老婆拥抱而已，好不好？”这是代表他政治智慧。民众党要投谁，底牌还没掀，蓝绿能掌握的只有自己人。民进党预计以监票部队顾票，过去跑票记录一箩筐的国民党则严拟祭出党纪，如果迟到没投到票，或是盖错变成废票，区域立委将进入冷冻名单，不能参选委员会召委，也可能影响日后提名。部分区立委直接开除党籍，变成只有一天的短命立委。其实蛮多有投错票的一个潜力，然后我也要趁机爆料一下，就是卢秀燕市长，他跟我们分享说，他自己刚担任立委的时候选招委，那他盖习惯了，所以那一次招委他就盖自己，结果那一次讲好招委不是他。我们是乐观其成，一定要党纪来做相关的准备，避免有跑票。2月1号投票倒数，蓝绿绷紧神经。民事新闻综合报道。